为法将灭时，出家修行人啊，多贪利用，为师求体供奉，不以勤苦操劳，随渐随埋啊，不能奉通佛教。是世法官啊，唉，感慨良多，用心啊，是一个名誉水家嘛，时间好好爱利用，咱若无利用时间啊，时日空过啦，这下人生一大的损失，不只是损失了文化，损失了体会道理，损失了咱修行啊，心是再度去。年轻的时记忆力好，领悟力强，吸收佛法啦，无困难，愿意身体力行，入灵根中去付出，这更更加是容易啦。时光啊，不留予人，咱若唔去做，时间安尼就流逝过去啦。法无好好把握入心，安尼道理不存于心灵啊，啥物咱都空诶，咱阁无投入灵魂。我无去结好缘，那体力嘛是会衰埋去哦。所以咱爱好好自我警觉啊。咱讲开去啦，在恶世发末的时代，恶比丘啊，只敢那。空有形象，亦无有实修行。安尼的修行，名称修行人，真正是真可惜。在伫经文内底，咱会当体会真多。所以讲啊，法将灭。是，这就是佛法啦。佛已经呢，将近到末端的时啦。出家修行的人啊，到底是安怎修行啊？多贪利用啦。心内干那想，在生活中的享受，会当痛尽秋玉，让咱的身体住大的所在真舒服，这身体口欲啦，感受啦。都是干那贪的迄个强用吼，那贪的在享受，哈，那亲像安尼，名称叫做修行，不但对自己无益啊，搁在对佛法呢，是一
大的损伤，所以咱爱真用心。佛陀的时代啊，遐个菩萨呢，就是担心嘛。佛陀更更加忧念嘛，即未来佛法要安怎注释？期待人人受教，然后呢，发心立愿，会当在人间弘扬教法。大家人啊，面对着娑婆世界，总是呢失望啦，顾怕啦，唔敢过来娑婆世界啊！受教了后，得佛受记了后，竟搁在期待会当出心了脱，了脱伫即个娑婆世界，通好到他方去啊！真呢，是灵山会上。佛陀面对着这些弟子啦，无代志，无迄个发大愿啊，立大志啦，实在是心真落寞啊！何等呢？当场有这些菩萨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啦。这些菩萨呢，看佛在为弟子受记啦，听佛讲说佛法妙法，这未来法真正的盼望着会当留在人间。一念心的困切，但是地主无法度呢体会啦，所以这菩萨啦就开始发心立愿，向佛陀安慰呀，愿不离呀，希望佛陀免烦恼啦。阮愿意啦，就是将来呢，在恶世法缘的时代，众生呢多刚强，乱呢加恶乱、骄傲，这阮拢唔惊。未来的末世，就末法的时代啦。将来无定着，会出现了佛教内底呢？四诸同住是四诸肉，明清的出家人形象呢，亲像伫咧出家伫咧修行。明清的出家，其实内心呢，就是贪图利欲。将来，即未来的世间，修行的形态啦，那是变成安尼的时，有这么正多类啦，恶意求，或者是有人伫恶人肉修行，自命清高啊，那轻视呢，伫。人群中的出家人，这就是各不相同。在人群中呢，有的就是呢，这么恶乱，但是愿意呢，在恶人肉修行的人，确实呢，看不起在人群中的人。这其实在人群中发心立愿，嘛是有啊。老实的修行，
那依教奉行立人君度众生，嘛是有啊。但是呢，就是歹的形态改过了，真实修行的。但是，在迄个恶难欲管理人君，就是以为家己呢真清净无净啊。因为伊安尼伫咧修行啊，都已经真清高啦，所以伊也是看不起伫人群中的修行者。这就是未来啦，有安尼两极端的恶，但是中间老实修行的呢，这的人有心修行。在人群，确实呢，这或者的两极端呢，暗界过去啦。所以菩萨啊，伊呢，就是佛前啊，来讲说未来末世的形态，那是变成安尼，在人。未来的世间，大家人惊辛苦，不以勤苦操劳，随渐衰迈。这些人就是安尼的社会人群呐，贪求利用呐，时间空过呢，干呐，一个名称修行，安尼了定。滴滴过啊！这个生活空过啊，真惊操劳，真惊辛苦。但是时间嘛，安尼空过去啦，所以随着衰迈啦，这不是讲我卖操劳，啊，我都会当定定。体态呢真好啊，常常少年，唔是安尼呢？时日啊，是袂当留予咱咯。同款时间过，体态啦，咱的身体呢，同款啊，身体呢，也是在衰迈中啦，安尼消失去啦。空空过一世人，不能奉通佛教，袂当通奉通佛陀的教育啦。那时间就是安尼直直过发啦，就是安尼断掉去啦。这叫做末世，这叫做。法将灭啦，佛法会将伫人间消灭掉去。到即款的时代啦，大家人惊艰苦，啊，修行呢，敢那贪图人共用了点，无想要好好做典范，无想要好好弘扬佛的教法。反倒回来败坏佛法啦，安尼呢？时间直直过，佛法呢会灭得真紧啦。这就是菩萨，伊讲清楚佛陀担心的未来，担心的未来呢，佛法就是会变成安尼。所以证明咱有讲，有缘的
就是伫乌兰玉，就是讲伊伫咧受苦行啦，凡是居在乌兰玉者，那为调烦恼，讲伊是伫咧调伏烦恼啦。其实呢，伊啥物都无做，干那真想讲，我就是修行，啊，就是空空的安尼过，是一人无清之意呀，无插世间事啊，时间到就来去突破啊，那了后转来呢，啊，就是伫迄个所在。静坐啦，看经，但是呢，不勤无多闻啦，因为自己呢已经烦恼调伏啊，所以我无烦恼，无以世间经，我已经呢是得到啦，因为安尼不勤无多闻啦。就是唔肯勤修啦，好好呢去请教，好好听法吼。干来修的讲，我都有伫咧读经，我有伫咧看经，读经看经。但是呢，你无有去体会内涵的真理呀，你无有愿意呢？去立灵根度化众生，独善其身，这种不勤啊，而且无多闻，就是闻机，无要讲给人听，也无要去听人讲吼，那亲像安尼，自不改妙义，家己。无好好把这个微妙的道理呢，好好去体会，好好去了解，这要安怎当了解妙义呢？唔是干那伫经典内底呢，都会当体会到经典所讲的，是真正静态啦。在静中呢，爱入动态中去体会。常常跟大家人讲，入灵根中，人人身上拢有一部经。每一个人呢，迄个经历的经典呐，是外的经典。咱伫这动态中呐。体会到佛的教法是安尼讲，在人群中呢，体验到真实是安尼的形态，应该动静呢爱回合啦。可是，这的人敢那痴在静啊，一世无清。唔肯立定根呐，对，阿尼一人即滴恶人用，那伊其实有诶，他就是干那要接受供养，而以别以说法，这是滴一般诶地方修行呐，伊向基师说法呢，就是有基督。有的呢，就是在乌兰玉静下来，家己了解经典，但是呢，无要去跟人分享，或者是呢，自以为得，以为呢，那家己已经了解真多，无要听，这呢是静态一部分，也有另外呢，这会比丘。出家者，他真愿意去讲法给人听，但是呢，去说法啊，家己呢是也未真透彻了解，因为落落落落拢在人群中啊，
而且心静不下来，心就是一直贪图利用，穿梭在佛法群中，他心静不下来，所以为因说法，那个心呢，就是有这样的贪图啊。所以怀恶心啦，无正念，常念世俗事，这些，佮另外一类就是安尼的人，伫居士群中啦，伊别伊说法啦，其实伊的心呢，所怀念的啦，就是世俗的代志，享受啊。享受口福啊，享受这人间的物质吼，人摕真多的功用啊，啊，就是享受物质，所以这种想念世俗事，不顺教而行，无顺着佛陀的教育啦，家己呢？自作行为吼，那自意利他，家己赞叹家己，以为呢，家己真了不起啦。亲像安尼的人，那是准是伫恶人入林啦，嘛唔是无精哦。恶人入的名称叫做无精，就是精下。既然入正舍修行啦，就是爱以人无清，以世无清，以事无清，以事无清即事安啦，以人无清即人安，以世无清即世安，一直甲大家人安尼讲过去。这是咱修行的目标啦。虽然咱入灵群应该完全拢无净，这呢，这是真正心净啊，净净啦，真正是净行。但是你心伫净的环境，真水的境界里。却是内心的坏恶，无正念，干那念的世俗事啦，无有接受佛陀的教育啊，就是家己得一点啊法，就是干那做功课啦，来去甲人讲话啦，和大家人来赞叹咱，甚至呢。以为家己呢已经真崇高啦，那讲到其他的修行者，啊，就是轻视人、污蔑人，这呢就是有这类的出家人吼，那亲像安呢，敢是叫做无情行呢？非啊，唔是啦。不是无情的人，不是修行的人哦。虽然形体啦，讲伊大的难入；虽然形体讲伊是出家，但是心怀恶啊，无正念呐，这嘛是有正义哦，不是呢，无正啊，所以。非无情行吼，这叫做假名恶难入吼，真呢，这个道场啦，这个修行
的精舍，讲伊是伫遮伫咧修行寄心的，这是假的，毋是真的，敢若一个名称而已啦。内面呢，无有真实修行者，所以咱爱真自我警惕啦，唔通做一个呢假名的，待伫寺院内底吼，咱既待伫寺院内底，伫精舍内底，伫兰若内底，人人爱名副其实。即是出家，就是要修行啊！要修行呢，是以人无精，以事无精，以事无精，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修行者。啊，你若违背安尼呢，那就是心怀恶念呐。所以咱来自我警惕，正面的经文呐，的大意嘛是安尼呐。所以正面的经文，恶世中必求下地心偏曲，就是安尼的情形吼。那未得为未得啦，这都是空过自慢的人吼。那傲慢心充满，就是真傲慢啦，血有恶难弱啦。有的人讲是伫咧受苦行啦。立衣在空寒，就是穿迄个破衫伫空寒中啦吼，伫真空旷的地方，迄个离人群有较远，但是呢也无偌远吼，就是独居伫一个真悠闲的地方吼，那自为行真道啦。听见人间事，对人间世俗事呢，伊看不起啦吼。这就是正面的文吼。有的呢是安尼，下地心偏曲，未得为未得，傲慢心充满。这种的人呐，这就是在人群中的恶比丘。或者是伫恶难中呢，虽然呐、啊，就是讲待伫空闲处，其实呢，也亲近人间事啦吼，这嘛唔对啊吼。那接落来，接落来呢，这段文再讲，贪着利用过，以别以说法，为世所恭敬啊。如六通罗汉，世人怀恶心，常念世俗事，假名恶难入，何出恶定国？吼，哈！未来有安尼的比丘啦，这段文的表达呢，就是恶比丘的假行。你内外真修，外面呢，就是伫世俗人大护法群中啊，伫遐攀缘呐，内心呢，都、就是心无定力吼，就是散漫心呐、啊，这些离开了这种。内外真修的行，外面放纵在人群中，内心呢就是未
无定力吼，这呢就是恶地球。内修心在养性，什么叫做内修啊？内修呢，就是内心修心养性啦，好好把咱的性啊，安尼真稳定啊，该好好滋养慧命，咱爱知影。唔知伫偌久啦，咱生生世世伫即个繁繁扰扰的世间里吼，咱已经真侪的烦恼无明啦。现在难得听到佛法，爱真用心接受，去除咱种种的习气。迄、那个习气气敌啦，培养咱的真如本性，这叫做内修。外面的习性，因为呢，咱的习气啦，已经呢，予咱已经是安尼，都知影爱改啦。但是在人群中啊。这个习气呢，佮起起来呢，还是呢，佮袂记得起啦。那修行，爱好好呢，佛法接受落来了后，那爱养性，咱的慧命呐，爱好好来滋养起来，唔通予咱的慧命佮虚起啦，无扎实啦。所以咱爱好好呢，修心，修心就是伫养性。啊，过去的习气，爱赶紧改除啦，好好培养咱呢一颗道心啊，咱来好好培养，激发心，激励愿呐，咱莫忘初心，这颗心。爱常常记着吼，啊，心口意业的行为中，爱好好顾好伊好，这叫做内心呐，养性吼。那外呢，外形那是爱好好端正行为，你的行为呢，是伫你的起心动念。你是什么行为啊？那就是知影你的心性呢，你的内心，你的习气也未改滴，所以咱的行为啦，伫外面的作种呢，拢会大大小小啦，粗细犯错，这修行。爱有内修外行啦，内修是行正信心，外行呢是端正行为，用安尼真白话啦，咱就会当真清楚吼、哦。所以外端正在行为哦，那向内呢滋养慧命。向来咱来好好呢，滋养咱的慧命啊；向外呢，咱的行义啊，是伫咧弘圣道。修行都要有修行的形态，作为人间的典范、佛范呢，才会当因为你的典范呐、啊，而形成起来。也你那是伫外面呐、啊，这形态不。断呐、啊，那就真直接呢，损害佛教的名义。
就是我们要真用心吼。所以讲贪着利用啦，安尼呢就是背道行者。佛陀安尼甲咱教，指引咱这条路安尼行，你偏偏呢背离了佛陀的教育啊，这是背道者。佛明明是安尼甲咱讲，咱利用佛呢的。人群中啊，沽名钓誉吼，那亲像安尼啦，这对啥唔对诶？这叫做背道而行，修行对啥？看淡了名利啦，殷勤呢为人群去付出，但是向别依说法，只是呢为着贪着利用。这就是背道啦，所以以别以说法来决定不改妙义啦，何能为人说法呢？家己那无好好，内心用功啦，干那表象呢文字会解说啦，干那安尼内底无修为呀。对人呢无真实啊，安尼呢是要安怎对人讲话呢？这末世中的人啊，都是安尼怀情上万，这就是真烦恼。到个末世来啦，伫这个末世就是讲法已经伫世间将近都要消灭去啦。为什么法在世间得要消灭去呢？因为人都是坏情相慢，这修行者啦，甲这个人群凡夫啦，同款都是在情相慢中，甲凡夫无差别啦，只是呢名称上啦。安尼，形态讲，伊是出家人，其实呢，来呀，还是与凡夫一模一样啊，同款的啊。所以功德千波啦，既无修行，哪有功德呢？那内心呐，所有的呢，是尽作天曲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拢总有啊。对人呢？讲话拢是添曲吼，一种干呐，应人的欢喜心啊，合法用合意的人的欢喜心啊，就是扑起伊的欢喜，一种呢，真作添曲，贪嗔痴拢还阁伫咧啊，阁加上了添曲吼，啊，这实在是真可怜呐。为享受这福气人的烦心吼，那心不实啊，这款的修行呢，是心不实的修行，无实在心呐、啊。咱爱行净信实啊，它不行不净不正确的信，那经过在无实吼，亲像安尼啦。
形现出吉祥啊，心不离俗习痴欲，无离开世俗啦，无离开呢，迄个习气呢，迄个痴念吼，所以贪嗔痴拢还阁伫咧啊，即种的习气拢总也伫咧吼，所以为世所恭敬啊，如六通罗汉。就是迄个模样啦，干安尼呢？即自古啊，家己呢赞扬自己吼，那予人看到外表呢，好亲像呢，哈、啊，真有修行啊，还是六通的罗汉，这种气度吼，得得自世人所恭敬，家己要放慕啦。这放慕着有修行人的形态，只是着这个修行者的衣服啦。仿佛中呢，予人看到啦，以为伊有修行啦，以为伊已经得六通的修行人，这是伊家己内心的企图啦。希望世间人的共用，所以呢。在人的面头前啊，好像真有修行吼。这种的呢，有两种的意思，吼、哦。一啦、啊、是诸菩萨为处恶人贪着利用，这是啊，这菩萨呢向佛家的大众中啦、啊，要表达出了未来世间。一修行者的心态，伊是贪着利用，这贪着利用的人，就是自慢呐、妄念、得道罗汉，家己模拟家己呢，已经是我得道啊啦。其实，伊啥物都也唔知，干那伫文字上呢。做模样啦，说法啦，其实呢，内心啊，还是无稳定吼，还是呢，心不定啦，意不专，这就是有安尼的一类。那再来第二种呢，就是指如是贪着利用啦，模拟罗汉恶人吼。这真正的妄吼，希望啦，妄就是虚的，什么叫做虚拟？是虚拟吼，那好像模仿啊，其实不是安尼，但是呢，外面的境界、形态看起来是安尼，这种模拟吼，就妄拟吼，家己呢以为家己就是安尼一点呢。要予人知影，伊有修行啦。这种的人，这是摩尼罗汉的恶人，所以好出五定果，伊会定定呢。对，这有修行的人，发心入观，要伫人群中的人啦，伊就是一直要去找伊的缺点。Thank you.
所心自持经者之故事，就是啊，一直呢要去找伊有虾米款的缺点无？一点啊，都要甲伊讲会真大，或者是呢，敢那看到无了解啦，就吐气呢，去诽谤，一人吐气，万人团噬，这就是安尼。对有修行的人，伊就是安尼，要去找出伊的缺点，等等吼，这呢就是这恶比丘啦。对善良的出家人啦，老实修行、传佛法的人，就是安尼，一直想尽办法要去诽谤伊吼，这讲出了。在修行者的过错，这就是恶比丘吼啊！要讲老实修行人的过失，这诽谤的心态啦，这都唔对了吼！这就是真正是恶吼。那世人怀恶心啦，常念世俗事，那就是。恶人口随说话啦，心存旧念，在人内怀恶见呐，常念世间尘俗之事，就是讲这恶人啊，常常呢，虽然口中拢讲伫咧讲法。其实，伊个内心所存着的呢，说法都是为求取名利啦。这都是伊个内心所怀的恶见呐，所念的呢是世间尘俗的代志。根本呢，伊个内心啊，都无想讲要脱俗修行，根本都无有安尼吼。所以人怀恶心，这人是怀恶心呐，其心不尊善呐，国无正念，因为伊的心无尊的善，所以叫做呢，就是无正念的人吼，那常念世俗事，这就是安尼的。比丘啦，就是背道偏向，不守道正，这种的人啦，伊家己偏向去，不只是无愿意接受，人家道正过来啦，反倒倒来呢，要诽谤人，这种诶恶比丘吼，心怀恶心啦。常念的是世俗事，这款的人吼，这就是咱哎，真烦恼未来。未来到底咱会搁在未来呢？这款的世代呢，就是在什么时阵呢？是伫咱的现在有少数的人安尼吗？或者是呢，伫咱的未来呢？咱的未来。有多少的修行者是安尼呢？假名恶人肉，假名讲伊是伫咧修苦行，或者是呢，这不实吼，口说法啦，无真实的心，安尼呢，讲表达文字的意，但是呢，无有真实内心的修行。亲像安尼的人啦，这未来到底有偌多呢？这是真烦恼啊！
未来恶世啦，恶比丘哈，作世恶比丘，不管是伫人群中，或者是呢僻静的地方，修行形态无同，但是呢，都有互相冲突矛盾呐。中间唔是无有老实修行的人，是受这的人呢，这恶比丘啦所诽谤的，这都是真单纯的修行者。但是这恶比丘呢，是爱思想，找伊的短处，找伊的麻烦吼，那时时呢都是找种种来诽谤吼，那。家明乌兰玉啊，好出五顶果。阮伫外面伫咧修行，但是呢，即个僻静伫乌兰玉，啊，都是安尼伫咧诽谤啦，是照兰玉明啦，行丁俗事，其实是照兰玉的名，叫做苦行，照这个名称啦，其实还是世俗事，不怀好意啦。托虚作妖，对老实修行的人，就是安尼托虚作妖啊，好出五顶果。真正将来，阮若要伫恶世啦，作恶的世间修行啦，阮会去当着安尼的人，哈，亲像安尼，这种的人真多，这种的人呢，自赞。应记啦，而轻蔑他，不守规戒啦，非无情行吼，家己自己赞叹家己呀，那轻贱别人呐，就是不守规戒，这种非无情的人吼，唔是真实修行的人呐。他就是时时呢，对着真修行者呢，安尼伫咧诽谤吼，这款的人呐，这也是无少吼，这叫做假名恶人欲，亲像安尼的人呢，伫未来末世中呐，要修行，真正要修行。真正是真困难吼，这种好出五顶果吼，好出五顶啊，要诵经的人的过失，老是要修行，反倒倒来受因的诽谤，不管是伫人群中啊，伫咧招摇吼，这种的恶比丘，或者是伫净处呢？讲伊是伫咧苦修，但是呢，对伫只老实修行，咪老实将法传法的人啊，确实有安尼呢，即对因来诽谤吼，即就是在菩萨表达出了未来啦，因那要入灵群呐。就是一当着安尼两边呐，无同修行方式，心不静的修行者，家己若要伫迄个所在，
去弘扬佛法，都是会受到安尼的压力啦。因为安尼呢，所以大家人啦，虽然得机啦，唔敢伫这个所在，唔敢继续伫娑婆，因为继续伫娑婆，未来的众生啦，哪怕是修行者，嘛是这么刚强啊，就是难调伏不顺，正法教育决定加做啦。这些菩萨呢所表达出来吼，予咱会当知影未来真正要修行无简单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